过一项物件，有一个经啊，佛有讲啦，这个业的果色啊，伊那个内人就像这个业啦，伊的果色啊，确实是无像的啫，因为这个内人无像啦。佛讲那是这个人伊的啊功德啊，伊的善业真正少啦，伊恶业真正重啦。了啊，伊那是做这个事恶业啊，有可能啊，这个事恶业啊，会拖落去苦的道啦，出事的苦的道啦。但是嗰这个人，那是讲伊的这个功德真正饱啦，就是讲因为伊做善业真正济啦，那个伊的病真正济累的款啦。了，伊那是做上这个事恶业啊，可能一日还是两日还是三日呐，伊的心就开啦。好悔淡薄啦，无欢喜啦，过了呢就无事了啦。免那讲有哈咪过啊，特别行啦。所以佛讲内人啊，这个业的果啊，色无相呢。要佛本咱明白啊，佛何哪款的比论呐？这里呢，佛讲那是讲哈古的人呢，人用盐嘛，是一粒的盐的啦。唔是当今嘅盐啊，安尼油嘅盐啦，还佫是醋嘅盐。但是讲你摕一粒嘅盐啦，你下啲一熬嘅水啊，啊你搅伊啦，搅伊了你里面嘅水啊，真正咸。但是你摕上即个一粒嘅盐啊，你下啲缸嘅水啊，你搅啲缸啊，了你淋缸嘅水啊，伊无咸。阿咪说呢，因为伊缸嘅水啊，真正济，佮济过你熬嘅水啦。了佛讲啊，这个水啊代表那的善的业，这个盐啊代表那的恶的业啦。了那是这个善的业济啊，伊的做那的名无安的苦啦，是无那讲无安的咸，是无安的苦啦。所以这就平啊，那明白啊，这里那的这里啊善业啊，那那是做卡济善业啊。咱的那讲，咱的 bank 啊 ，account 啊，发债呐，所以啊，咱对咱是较好啦。伊无安尼切这里啊，行业债咱呐，然后咱做哈咪行业嘛，你大数变小数啦，小数变无数啦啊。所以，但是那是讲，如行业的人济啊，如做这里是行业嘛，一小数是变大数啦啊。所以这边啊是这个批论佛讲啦，我这个批论佛还能明白啊，佛好过这个批论啊，就是讲那是讲自己啊，如在厝内面啊，如在后背啊，灶卡煮食啊，是虾米啦？了，这个去吃啊，托吃爱人来对厝，要甲你拖累啦。好，一接来对门啊，对门批论讲无错啦，一接来对厝，一叫路都听无着，一接来。了，一看你多丁，那是讲你多丁吃，你多丁夹壳啊，啥物啊？一贴你夹壳，一行出去啦。了，较济人呢，那是讲伊拖好一出来，伊现着一夹壳无去了啊，现着这里去夹啊行走啊。伊人的僵擦啊，啥物啊？俩这里人啊，波马打了伊的去借卡古啦，借去夹啊。但是那是讲这里好夹人啊，这里大俩人啊，那讲这里。但是也是这里大多想那款来瑞厝啊，了，伊想那款路的后背入瑞厝，很多杂货，该讲一提来杂货行走啦。路出来路很多这里大粒人，会认呢啦，大是大粒人一提来杂货走，他济人啊，就点点啦，唔敢步马打，呀，步马打个人，说变细数，说变大数几个人，啊，所以你看内人啊。做这个业嘛，伊个果色无相咧。阿哩大粒人呢，就变无数，一提十颗本变无数。去食阿呢，提人个十颗一只下古啊。所以佛本安明白啊，这个啊，因果色无相啦、啊。